各位听友好，广西是文革研究者格外重视的一个地区。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官方对广西文革的调查比较彻底，档案相当齐全，所呈现的文革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堪称全面而详实。明镜集团继2016年出版了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电子书》之后，最近又推出了续编10卷。今天我们就请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高伐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高先生您好。您好。高先生，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续编十卷电子书也是国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系列中的一套吗？是的，去年我们出版了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这十卷续编又做了重要补充。这套书仍然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义教授担任主编，他率领在中国和美国大学里任教的编委们为此投入大量心血和精力。这样从中共中央到广西，包括广西下属各市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的绝密文件、调查报告等等，大体上就收集齐全了。那么这些文件档案是怎么来的呢？宋永义教授作为主编，在待续中介绍了文件档案的原委。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北京的中央接待站一直受到成千上万来自广西的上访人流冲击。上访者血泪控诉的广西文革中发生的大屠杀、人吃人等罪行，骇人听闻。但是文革中成立的广西自治区党委一概否认，使人疑窦丛生。中共中央自1979年起至少向广西派出了4次调查人员，原广西区党委被彻底改组，新班子组织了10万干部到每一个县深入调查，用了5年时间编撰了每个县按年月日顺序的文革大事记和大事件，总量达到近1000万字，在内部作为绝密和机密档案资料印行。文革的倒行逆施和血腥暴行就这样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了。我们过去知道的是呢，中共对自己的阴暗面守口如瓶，邓小平等领导人也说过这个总结历史教训一粗不一细，为什么这次要投入这么大的人力财力，这么深入细致地调查文革真相呢？当时中共党内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还有李锐等人派遣到广西的中央工作组功不可没，用宋永义的话来说，他们起了破冰起航作用。对广西文革的处理遗留问题发生关键影响的两次调查，是1981年的中纪委中央组织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和1983年的中央赴广西工作组，前者是由6个中央部门的18名成员组成，后者的阵容更大，由多个部门的33名成员组成。他们直接对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负责，领导人多次接见、听取汇报、给予指示。续编第一卷就是这两个调查组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包括多个附件，例如广西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广西文革期间判处反革命案件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另外，我必须指出，调查报告也好，单项附件也好，都是绝密文件。那也就是说，只给高级别的官员看，不对外公布，不让民众知晓了。对，中共对信息也像对其他社会资源一样，是按级分配的，他们要垄断信息，不愿给公民以知情权。宋永义比对了这些绝密调查与对外公开出版的书籍的若干数据，指出执政者掩盖文革反人道、反人类的罪行，非但封锁这些揭示真相的史料，还处心积虑地炮制出不少假史料来混淆视听。例如，
七个县内部调查，明明记录在案的文革暴力受难者人数达万余名，在官方公开出版的县志里被完全抹去。明明机密档案里，灵山县受难者人数为3220人，在公开出版的灵山县志里却只记载了8人。宋永义指出，中共所掌握的文革史料中，内部的比公开出版的接近真实，秘密的和机密的又比内部的更接近真实，以此类推，绝密或最高机密级别的就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广西有这样完备的调查资料，那么其他各省市也都有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这项工作是全国性的，这套续编10卷中也包括了中共中央处理其他地区文革遗留问题的大量机密文件和指示，展示了全国风貌。其他省市也是有大量档案资料的，也编纂出版过一些，但无论从调查的规模还是从整理的深度上来讲，都远远落后于广西。广西的调查无可辩驳地揭示，全区冤假错案近23万件，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就至少有89000多人，加上无名死者和所谓的失踪者，非正常死亡者实际上高达12万到15万人之多，其中很大比例是地富反坏右及所谓阶级敌人，伴随着屠杀还有大量强奸、轮奸和吃人肉等残酷罪行。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中央工作组还是广西的10万干部，为揭露和保存广西文革真相做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好的，谢谢高先生您的介绍。谢谢。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明镜档案》专题节目，由高伐林先生介绍广西机密档案续编，揭露文革反人类罪行。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万桑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